鹏实业 HP-002 款儿童电动车功能介绍。霸气车身，卓越性能，这是一款集早教、避震、缓起、拉杆、摇摆等一体的大电瓶大车身越野童车。大气中控设计清晰明了，一键启动式电源开关，操作方便。高仿真 LED 电子灯光，光彩照人，霸气十足。灯光可由一键开关控制，后尾架配有越野大灯，独立电池舱设计，夜晚驾驶更加酷炫。多媒体音乐操作盘可连接 U 盘、TF 卡、iPhone、iPad 等音乐播放器，长按音量加减按键可增加或减小音量。剩余电量显示表，让您随时掌握电瓶电量的使用情况。高仿真方向盘带有喇叭和音乐按钮，可播放多首自带音乐。车门带有磁力锁扣，可打开时双开门，方便宝宝上下车。加高式车门保证了宝宝的驾驶安全。宽敞座舱空间配合舒适座椅设计，宝宝坐着更加舒适，扣式安全卡扣保证了宝宝的安全。高底盘设计，车车底盘带有减震装置，能适应各种路面，越野能力更强。仿真后备轮储物箱，方便存放宝宝出行物品。手动驾驶模式下切换前进后退开关，可控制车车的前进与后退，会给宝宝带来驾驶真车式的驾驶体验。高低速开关可调节车车行驶速度，拉起车尾手拉杆即可随意托运车车，不用再为车体笨重而发愁。2.4G 蓝牙遥控器，按下 S 键可调节三档调速。 P 一键刹车功能，最大程度保证了宝宝的驾驶安全。下面看下如何对码，按下 M 对码按钮3秒左右，指示灯闪烁，启动车车电源，指示灯常亮，对码成功。下面将为您演示安装过程。打开包装，检查下配件是否齐全。开始安装，先安装车轮板，卡入卡口用螺丝固定。安装迎宾踏板，旋转车身用螺丝固定。安装前保险杠，把各个零件卡入，用螺丝固定。倒置车身，把前保险杠安装至车身，取下车体上螺丝，把保险杠放入对应位置，用螺丝固定。安装后保险杠，先取下车体螺丝，把后保险杠上拉杆插入对应位置，用螺丝固定。安装转向总成固定座，取下车体螺丝，
把总成放入对应位置，用螺丝固定。安装前轴及转向杆，取下总成上的螺丝，把转向杆放入转向电机上的梅花轴套内，用插销把转向杆固定，把前轴放置对应位置，用螺丝固定。安装后轮驱动总成，先把车体上螺丝取下，把总成放入对应位置，用螺丝固定。安装前轮，放入垫片，把前轮套入前轴，放入寸套，再放入垫片，用螺母固定。安装轮盖，安装后轮电机，把对应电机放入相应位置。安装后轮，把后轮套入梅花轴，放入垫片，用螺母固定。用扳手两边同时拧紧，连接各个电机接线，安装方向盘，连接电源接线，把方向盘套入方向杆，用螺丝固定。安装前挡，把前挡卡入凹槽内卡紧即可。安装反光镜，把反光镜放入对应位置即可。安装座椅，把座椅放入相应位置，用螺丝固定。安装后备箱，把后备箱卡入卡槽。安装后支架座、后支架及后支架灯，把支架座插入插孔内卡紧，再把后支架插入后支架座固定，连接后支架灯接线，再把灯卡入卡口即可。安装中控拉杆，打开电源测试下安装是否正确。安装完成。